49。世事之业，弗可下次为念。凡如是观者，乃众浮沉因耳。明日之念，后日之理，直至百年悉归故里，核心了理之为。世界上的所有一切事情，我们决定要做的时候，就应当立刻下定决心去做，不要推到休息一会儿，或者明天，或者下次再来做。凡是有这种下次为念的人，一般不可能成就事业的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，已经种植了懈怠之因。这样下去，明天他往往又推后天，后天他又再推大后天，最后一直推下去一年、两年，乃至于时间一久，就将这件事情忘掉了。所以，直至他死亡，事业也没有去办成功，甚至于连边都没有沾到。我们懂到这个道理以后，凡事要做一件事，应该当下着手，不可能往下而推。往下而推的人，是不可能成就任何事业的。